我偶然刷到这个在雪山上滑翔的视频，太酷了吧！十分钟收拾，和小朋友说拜拜，鼓起勇气说走就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说真的，我开始害怕了，前面一团白雪，啥也看不见。害怕吗？你说呢？我待会儿就从这边起飞，下面什么都看不见。在这里，只有满山的雾凇。零下30度的天，风景是真美，风雪也是真大。这脸都快冻裂了。抓紧急救一下！这次出门带了欧米达黄金精华，它是有70多年历史的瑞士品牌，特有的5%先强韧健康皮肤，再抗老，金闪闪的一抹花开，吸收很快，皮肤瞬间回到了弹嫩水润的好状态。有欧米达在，长白山的风雪也没啥好怕的。很快，教练帮我戴上头盔，我拿上拍摄设备，我要开始了。哎，一二三，跑！在滑翔伞腾空，我脚尖离地的那一刻起，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，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。这是我20多岁出头根本不敢想的事情，但今天实现了。